我需要盖入口吗？你会有需要走进来吗？应该不会吧？我们会需要走进去吗？只是一开始放完电池之后，可以把入口封起来了。我们可以放一颗那个 open block 的那个电梯在上面。哦，好久没玩这个了。你要无限回圈。对，它是一个圈圈。制作一些我玩看那个玩什么？你看到我们在玩这个吗？你随便点一个光圈，然后你就可以做旋转木马。我以前很常玩这个，用这个做那个宇宙飞车。这个空调有点盖太大了。哎呦，好痛好痛好痛！我旁边那个线，你那旁边那个线没有做那个做绝缘，没办法，高压的高压没有办法做那个。好，那高压没办法做绝缘。那我们既然把这么危险的东西盖在自己家附近，有天哪！当然了，我发现太阳能给出来的电就是一下是零，然后一下要全满，一下是零，然后一下要全满。对呀，所以你要有电池。对啦，你不是说要盖电池？对啊，我们应该找个地方盖电池，可是要盖在哪里是一个问题。你要挖地洞还是要盖房子？为什么终端现在是关起来的状态啊？没电了？哈？有电啊？可是我看到是灰色的，不可能没电啊？不可能没电吧？对啊，没电嘞、欸、，A1 没电啊。红豆，你拉一条蒸汽的给 A2 就好了。我又遇到上次的问题了，不小心干嘛了？扎吧，然后那个母又更新了，是不是？抢救 Java 大作战。没有，那是因为上一次要用那个 Sega。啊，为了解除 Sega，、啊、那个 Sega 那个软体卖那个游戏拿去卖，结果优化却没有做好，天哪、啊！为什么完全没有采用、啊？哦，对啊，所以我才会找到就是因为石油没有的那个版本的。修复方式有够糟心的，天哪！为什么发电机还是不会走、啊？你给它油了？你给它是什么油？分子柴油。你给它是好油吗？不是那个好油。好油，你给它是好油吗？你给它是得意的一天吗？我再盖一个电池的那个骨架圆形给它而已。可是我要盖圆形的，所以我正在刨那个基底，到底。所以我们那边已经变巨大化的那个。我这边已经变工业化了。我们这里面工业园区。我甚至想要把我那个仓库给移开这里。我都觉得我仓库盖这边都会有。没有，你那个仓库就是工业办公室哦，就是所有的东西都要去。感觉住在这边久了，一定会有身体上的那个影响。改一个工业风格的。你的那个农田已经快要变成重金属污染区了。太可怕了吧。哦，不，你看这个，哦嘛嘛，哦，好黑哦，天哪，太黑了吧，黑到丢把东西丢上去，我都看不出来，天哪！哎，这个不错，我们可以换用这个吗？我帮你把黑曜石敲掉。哦，好，那帮我敲掉。这个只要石头跟荧光粉嘛，啊，只要取手过。石头跟荧光粉合成，好棒哦！我看一下，合成出来是变白色的，哇、哦，好多颜色。等一下，这个颜色根本就堪比羊毛那种东西啊！好，我要来试试看喽。如果失败，我们家就要被摧毁了。什么东西？你要做什么？你要做什么？没事吧？没事吧？我们应该可以帮忙。我们应该可以吧？来！没，我觉得我们需要过来先帮忙一下。我只是要召唤一只凋零怪在那个保护立场里面而已啦。你各位把你的剑拿好。听上去好像就是说我要养一只凋零。只要他不跑出来就没事啊，但就怕他跑出来。跑出来祸害人间。我现在杰森的太危险了。
哦，应该没事了。现在的所有高炉都会之后可以把它升级成自动化的，但是盖家里盖会很吵。有没有金羊毛啊？要金羊毛啊！东西喷出来了。如果我们更高一点的话，看上去比较像是那个比较大型的电池，而不是那种三号电池。像刚才那个吗？一号电池，圆滚滚胖嘟嘟的那种。对啊，圆滚滚胖嘟嘟的那种。Later， 这个有够像，这个有够像的，超级像啊！可是你悟性，我是要去做那个吗？那个电容器塞里面是不是。那你要把正负标出来，还要把那个当标到。负极在哪里啊？我现在这边只看到正极。负极在下面啊。负极下面，哪个下面？是更下方吗？还是？理论上负极应该要坐在电池的正下方啊。那就看不到，你顶多只会看到那个、啊、上面而已啊。我们少一个叫什么 ？Engineering Alloy Ingot。要开始去学习用合金炉咯，看吧的，我要放弃做储电设施了。你给我做哦，快放弃啦！你说要储电的东西，我们才帮你开一些。我出来，你现在跟我讲说你要放弃？这个车厢也太长了吧？这么长是想要玩头文字 D 是不是？一大堆尤加利树，无尾熊。可是无尾熊出现又能够干嘛？跟打游戏玩吗？跟打牌？噔噔噔噔噔噔噔，来悼念一下高桥老师。真的，最近感觉日本最近死好多人哦，突发生太多事情，真的是措手不及。那个是意外，一个是意外，一个还不知道原因。一个是变势啊，高桥老师。啊，因为我们家往这个地方走一走之后，就会到红土大陆哦，白痴哦，那我之前还被飞那么远，白痴。红土大陆。对，那我要先存起来。这不就是那个吗？原版？哎、欸，不对，不太像。不是，这不是原版的。你往下挖地，就只有一个陷阱而已啊，陷阱跟宝箱而已啊。我要走进来喽。哎、欸，有人把这边打开了、欸，白痴哦，这只僵尸竟然有带武士刀、欸，白痴哦。啊，这边直接就往下來，白痴哦、喔！第一条路是对的。我的都被我吸掉了，那我放回去。真的有生物吗？你这样子看什么都没有。哎、欸，哦有哎、欸，他竟然连接到原版的地牢了。很棒，应该是这个地方挖掉之后有东西跳，有什么东西在这里啊？有时候会有箱子或神鬼砖，这是墓碑啊。这一层的地板其实还蛮好看的。好久没有拿我的拔刀剑出来滑，很久没有品尝鲜血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爷爷，好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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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天啊！你吃超多东西的、欸，来帮你的手。不过你不用担心，这些东西是零卡路里的。这边有矿车哎、欸，太好笑了吧！带走啊！卡到原版哎、欸，对哎，真的是卡在原版的那个。带走啊，带走啊！哎、欸啊，东西我拿到深海七那什么初级的什么七件蛋，在我身上。你可不可以放？哇！这样，东西丢到中间带坏掉。A 一塞车。等一下，中间带坏掉。爆！因为外面晚上了，所以他不能那个。这蛋拿到什么东西？哦，哎、欸，这边的怪超夸张的，走进去他一次爆四只出来给你，天哪！我改让 A 一次甚至才有，就是避免他那个。你没办法言语的怪，啊，好多怪，他们走上来了。我先拿拔刀剑进来开巫婆。不是你在被攻击，我在。
我拿到看起来还不错的盾牌。这套都是剑。哇，小僵尸！哎呦，刚在下面被传到下面去了。有啊，这边有强力四只之类的、啊。超多怪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超多怪！我是超没有没有没有真怪。等一下。有铁剑、金胡萝卜跟。我你在哪？你在哪？你在哪？好、啊，你在后面吗？啊，抱歉，打到人。哎、欸、哎、欸、！Oh my god！ 没事，不要把电量放出来啊！现在。我们可以，而且我的粉拜托不要那个洛林被自己人害死。回答一在哪里看到的？哎、欸，不对，这边这个红土道。这里，这个另外一个方向。我才意识到这边其实是我之前这边挖材料的地方，原来都是我曾经来过的地方，跟我们同样的地方吗？哎，原来哦，是那么小。这里，这个，它看起来就很不对。啊，这个异世界传送门啊，对啊。这是什么？哦，欸、它生完就会消失了。那你打它可以取得一些素材吧？打打看。哦，这是黑暗魔法的研究。黑，好黑哦，飞鸿教仪。哇，有温泉呢、欸！温泉？对啊，那个 BOP 的温泉在里面可以回血。那个可以自己弄得出来吗？还是好像不行，只能去捞回家。他可以捞一下吗？我没有铁桶，他的死亡率太高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也要过去。哎、欸，这边是不是我刚有来过啊？哦，居身。在里面有回血效果，哇！原来是 RPG 会出现的剧情，泡温泉会回血。谁在丢树叶啊？谁在丢树苗？不够了，这个森林很多温泉啊，要捞的话可能记录一下。有、啊，我刚已经记录了，我忘记。不过这边的树真的很大、欸，是因为这边的生态域的关系、啊、还是？应该是啊，这树种也不同。圣橡木哎、欸，要不要砍一棵回去就？反正都碎点了，所以之后再过来挖也没关系啊。哪有那个大斧都砍不到，会不会全部下来？有点可怕。把那个很吵的声音。什么？红队在这个地方玩他的那个星星吗？我没有玩星星啊。不是有一个那什么哨子声啊？那个对啊，是哨子没有错啊，那个是铁路模组的哨子。红豆做出来之后，好哎、欸欸，其实把麦克声音关掉就好了，不然想你继续吹。看，哎、欸，听不到了。没有，洛林叫你吹啊。哦，现在两个村民在车厢里面你侬我侬，哎，天哪！我们会不会那个、啊、再过个五分钟会生出一只小村民呢、啊？应该是不。我可以让工业训练。他们的距离太遥远了。